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46面，第四行。从当中看起，第四行，从第二外人，云何名菩萨外人？菩萨从他闻恶言骂力，毁如诽谤，或毁如父母。兄弟姐妹眷属，和尚阿舍利，师徒同学，或闻毁佛法僧，又如是种种毁此，菩萨忍辱，不生嗔恚，是名外人。前面这个苦恼啊，是从内来的，饥渴寒热、忧悲疼痛、身心促切，都是从内发的。特别是病痛，衰老病痛，这是劳苦病苦，这个外人呢是讲从外面来的，这些逆境呢，是从他别人。以恶言毁谤、侮辱，这一类的，乃至于陷害，都要能够忍。或者听到别人呢，毁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眷属，无论是有意无意，那么出家学佛了，毁谤你的老师，阿舍利。这都是老师。和尚是亲教师。他虽然没有亲自教我，他讲经教学，我去听过他的课。这个人就称他做阿舍利。师徒同学。在我们面前毁谤这些人，或者是毁谤佛法，毁谤佛法僧，在这种状况之下，修菩萨道的人要能忍。我在很多年之前，50多年前，
还没出家，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那个时候李老师派我在慈光图书馆服务，图书馆是老师创办的，我在里面做管理员，管理员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一个，也是做义工。有一天遇到一个同乡不认识，他说他是安徽人，同乡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到我学佛了，好像很同情我，路走错了，怎么会搞迷信去了，对于佛教严厉的批评。我看的这个样子一切顺着他，他怎么批评我都点头，是是。讲了一个多钟点，觉得很累了，我倒了一杯茶给他喝，继续再讲。足足讲了两个小时，我说难得你说了这么多话，原来佛教是这样子，我说你真正救了很多佛教徒让他们回头是岸去信基督教，好事情我说我有个问题向你请教，说好，什么问题你问。我说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是不是要先把这个文章看一遍？那当然的。我说那请教你，你有没有看过佛经啊？这一问呢，他没看过。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图书馆，每一个星期三呢，老师在这里讲经，你有没有来听过？没有。我说这不行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没有看过经，没有听过讲，你这样批评佛教，我说你胆都不小啊！阅览室还有很多人，我说你不怕那些人笑话你吗？我这几句话一说，他满脸就红了，不好意思了，走了。第二天来了，带了牧师来，很客气。有点君子风度，不错。来道歉。我说欢迎，欢迎你来听经，欢迎你来听讲，把佛教毛病通通找清楚了，你把它一一纠正过来，你救了多少佛教徒啊？我说功德无量啊。他们走了以后，我们旁边还有两位我们的老同修告诉我，他说他那些批评，我们看到你一贴一面的头不断的在点头，我们都替你着急呀。没有想到你最后有这么一招，我说我一听就晓得他是外行，让他发发了足足的，这一棒打下去，那就有分量了。我这样告诉大家，佛教是经得起批评的。我是对这种人，不能够跟他辩别，他没有看过，没接触过，一无所知啊，道听途说啊。那这种人给他发足了，再来问他。我们问他是很合理的。我们欢迎你批评，不是拒绝。
也不是说是你不应该啊，而应该批评啊。但是你一定要对佛教了解，没有透彻的了解，没有说话的资格了啊。这个是求学的态度，不能不知道。所以不仁不行啊！仁，你看我们会应对他的，都是和颜爱语啊，没有一点点偏袒我们的教啊，而抵制其他宗教没有。我们说宗教都是好的啊，深入经藏你就明白了啊，那以后这就变成朋友了啊，到这边来找我了，那听我谈了，不是我听他的，他来听我的。我们告诉他，佛教跟任何宗教没有冲突。佛陀在世，有许多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宗教里面的知识人员，都来皈依佛陀，来学佛。释迦牟尼佛没有让他放弃宗教才可以来学佛，没有，你们在经典上都看到，地藏经、婆罗门女，佛菩萨没有叫他放弃婆罗门教啊，他两样都学啊，婆罗门是他的宗教，佛教是他的教育，不冲突啊！信仰宗教，在学校一样念书。学校没有说你有宗教信仰不可以到学校来，没有这条啊！我们把这个搞就说给他听，他很惊讶这是你说的吗？不是经典上这样说的，你就看就明白了。佛陀是教育，但是现在社会国家把它列入宗教，我们称它是宗教的教育。这对外要仁，仁才能够化解误会，化解对立，化解冲突。如果是一天到就生气，那就错了。那这个怨越结越深了。这样会造成无谓的冲突。那么这是叫外人。第三，云何名菩萨法人？佛语：诸经说微妙义也，诸法寂静，诸法寂灭，如涅槃相，不惊不怖啊！作是念言：我若不解是经，不知是法，终不得菩提。是故菩萨勤求咨问度僧，是名法人。这法人
修学佛法要忍，啊，特别是大臣，啊，我们从世尊一生教学的历史就能看出，世尊开悟之后，从落叶园度五比丘，这是教学的开始，最初五个学生呢，以后慢慢越来越多啊，到1255人。这些人常随弟子，始终跟着佛，佛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没离开过。啊，佛对他们的教导，你看前面12年讲《阿含经》《小乘经》。我们知道佛以二谛说法啊，佛讲经教学根据二谛，前面学过真谛跟素谛，真谛是佛清正的境界，那个境界高深莫测了，一般人不懂，不懂对他就没有缘分，他听不进去啊，他听了怀疑，甚至就离开了，他不知道自己程度不够，他说你胡说八道，啊，所以佛的教学有善巧方便，先教实地啊，教你怎样做个好人，怎样得到幸福美满的一生，这大家都欢喜啊！啊，去小乘里面多分都是实法、素谛。真谛很少很少啊，不常说啊，这诸法即尽，诸法即灭，这些在小乘很少讲。12年小乘告一段落了，讲方等，方等好比是中学啊，把你引导入大乘啊，方等讲了8年啊，真的就入大乘了，那就讲这些了啊，说微妙义了，般若，这般若是大学，2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法华相当研究所啊。法华经的教义跟华严经是通的啊。华严经虽然是最早讲，没人知道，佛在定中讲的。我们一般凡夫是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了啊，10几20天呢没起来，就坐在那里啊。殊不知，佛在定中讲经啊，什么人听呢？
41位法身大士，人数无量无边呐！没有定功，不能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境界的，那你就没有资格听经。有资格听经啊，你也入定，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境界。所以小乘人不承认华严，说华严是伪经，不是佛说的。谁造的呢？龙树菩萨造的。龙树菩萨从龙宫里头传出来的。龙树菩萨能造得了华严经吗？能造华严经的那就是佛陀，没话说的。所以我们从一生，世尊一生教学，想办学校，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这样把人呢教出来了。那我们学佛要是没有耐心，49年了，你没有耐心，你能毕得了业吗？那不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现在学校你看，从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也要20多年。没有20多年这种耐心，你毕不了业。可是佛法的毕业了，是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人呢？般若会上就有。换一句话说，在后一个一半的时候，就是后30年，前面20年没有开悟，后面20年有，般若会上开悟的有了。法华会上开悟的就更多了，就成佛的法华了。一部经没讲完，开悟了。真果的。没有讲到证无上菩提，证阿罗汉果。正辟支佛果的很多这是讲对佛法的修学要有法人今天我们集成祖师大德所传的。又知道学习的秘诀，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就呢？就是不能忍辱。你能不能忍10年呢？能忍10年就成就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前2年的时间。把儒释道三个根，把文言文学好。文言文没别的，就是背书。在早年，
我曾经建议过同学，无量寿经48篇，就等于48篇啊，老师当年教导我们是用古文观止啊，让我们自己在里面选50篇熟读，要能背诵，要能讲解啊，你能背50篇古文，讲50篇古文，你的文言文基础就拿到了，有能力看文言文了啊，你看四库全书，看大藏经，文字的障碍没有了啊。所以我比喻啊，这50篇文言文就好像是四库全书的钥匙，大藏经的钥匙啊，一个星期背1篇，1年正好。50个星期，你就学完了吗？啊，老师又说，进一步的说，如果能熟读100篇，2年的事情。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所以不难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中国人特别喜欢简要详明啊，简单扼要，详细明了。怎么会给我们找麻烦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老祖宗对后人的这个爱护，设想的周到，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啊。这文言文的发明还得了吗？啊，这种方法了，它超越了时空啊，不受空间维持的限制啊。啊，语言是会起变化的，随着居住地区起变化。我们讲的方言也随着时代起变化啊，世界上其他国家语文是走同一个路子，几百年之后语言变了，前人写的东西后人看不懂啊，欧洲的拉丁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有考古学家还不能完全了解。啊，中国老祖宗早就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他们有智慧，创造了文言文。文言跟语言分开。啊，文言文随着时间地区去会变，文言文永远不变。你只要能够学习，你看顶多2年时间呢，你不但有能力阅读，你有能力写作。写作很重要，为什么？用文言文写作留到给后人，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人看到的时候能看得懂你这个东西。啊，你的信息传下去，他们真能得受用。
这个工具了不起啊。啊，比现代先进的这个科学技术还要高明。啊，现在科学技术不错，你说话能把你音声录下来。音声录下来几百年之后啊，语言变了，虽然听不懂，那也没用处啊。那就不如文言文了。文言文千万年之后的人才能听得懂啊。啊，前人的智慧、经验、方法、成果，都能够原原本本的一代一代传下去。全世界中国人都有文化，没有国家族群的界限。那个意思就是文言文应当向全世界推展。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中国有最丰富最圆满的人文的文化了。这一份财产是整个地球全人类所共享的，你只要拿到这把钥匙，你就有份。啊，四库全书大藏经就是你传家之宝。啊，四库全书是5000年前老祖宗传下来的珍宝。啊，大藏经3000年前佛陀传下来的珍宝。你只要有这把钥匙，你就全得其受用了。啊，你能够成圣、成贤、成菩萨、成佛，这还得了吗？这个意思。我们要懂，要明了，这绝不是迷信。啊，认真的学习，我们学习小时候没学到，不知道，不能怪你，因为说父母不知道，也不能怪父母，祖父母不知道。传统文化疏忽应该有200年了。啊，我们对它产生了偏见，产生了误会，不想学它了，至少有100年。100年应该是4代，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事情，就在这部经上，佛说过了，说得非常中肯，就是先人无知啊，前人，我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他们不晓得这个事情，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没人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父母教子女都要教他竞争啊，跟外国人学了，对自己中国文化陌生了，不认识了啊，所以不能怪责他们。佛这个话说得多么慈悲，多么中肯中恕啊！啊，要原谅他。我们今天知道了，抓紧时间补习，把这门课补出来，我们就有能力乘船了。这个历史的任务啊，祖宗的慧命，中国古人讲魏王圣极绝学，佛法里面讲续佛慧命，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绝学慧命要从我来传起。你发这样的心，你就得到三宝威神的加持，祖宗佛佑啊，祖宗保佑你啊。你是三宝的传人啊，你是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的传人，能不能做到呢？具足人力的人就能做到啊，那经文上是人的成就，你能忍你就能成就啊，这是菩萨法忍啊。学佛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心态，我若不解释经，不知是法，终不得菩提。我们要常常讲，我如果不解思库，不解经藏，不知是法，总不得菩提。要常常有这个心啊，鼓励自己啊，是吧？是故菩萨勤求自问读诵，认真努力啊，求学古时候求学有老师，寻思访友啊，
啊，今天老师没有了，可能志同道合的你也找不到了。但是今天有意义方便，就是跟古人不同的方便。这些经书啊，很容易得到。这个一方面是印刷术发达，古时候没有印刷术，书是要抄写的。啊，抄写，你想想看，你一生能抄多少啊？那个太辛苦了。啊，而且什么，你找不到啊，那个时候的书分量太少了，你到哪里去找到书？你去抄一本。啊，现在这个不操心了。大藏经、四库全书，从前人不敢想象。什么人家里能够有一套大藏经？我告诉诸位同学，啊，我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我才知道，我们安徽省一个省有多少部藏经啊？两套半，完整的只有两套，还有一套是残缺的。你去想想看，那我们那个省的文化算是不错的了，还是高文化的了。啊，四库有没有？四库没有。四库在当年总共只抄写了七套啊，国家放在七个地方。如果你要想看四库，啊，你的在我们家乡要到南京或者是到杭州，啊，那一边有一套，啊，那到那边去抄写，原本是抄手抄的，这个书不能借出来的，现在方便了。啊，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净宗学院，我们这个里面有十套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有十套四库全书。你说在以前谁敢想象？啊，不敢想象。典籍得来的容易，现在不必那么辛苦去抄，有的还抄错了，抄漏掉了，这常有的事情。啊，现在影印机、电脑多方便了，你所需要的东西，啊，可以从四库里面扫描到电脑。印出来跟原书一样，啊，就这一方面比古人的方便太多了。问题是我们有古人那种精神，那种忍力，锲而不舍地去学习，那你就成功了。啊，现在成功的有没有？有啊，我见过，我还听到过有几个人呢，没见面。啊，都是在网络，在卫星电视。啊，他们抓到一个秘诀，就一门深入，长时熏修。
十年八年，他成就了。啊，当然，这个里面最重要是修学环境。啊，自己能什么事情不闻不问，定下心来，在这个地方读十年书。有人护持你，啊，衣食住行有人照顾，这到哪里去求？短时间的照顾容易找到，没有长时期的照顾，你怎么会成就？啊，你们同学都晓得，我是跟三个老师学的。学成之后，如果没有韩馆长30年的照顾，我就没有了。不是还俗，那就是去感恩参佛寺了。啊，不可能在今天还在研究经教，给大家在一起分享。啊，所以我深深感触到，护法的人重要。没有人护持，你不会成就啊！有人护持，你自己真干，锲而不舍，你决定成功。啊，所以我今天在想，我们的学院执事。服务的人员，我们要聘请，让出家人什么事都不要做，读书。啊，我来供养大家，供养大家10年。你们10年真正懂得，不难，扎三个根，学文言文。文言文用经典可以，用祖师大德的作品也可以。印光大师文钞，啊，偶益大师的莲池大师的，这都是明末清初。啊，莲池大师的著创随笔写得好啊，不难懂啊。欧益大师的宗论，临风宗论，偏偏都是好文章。啊，我们出家人学者。啊，在家同学要到这条路读书求学，也欢迎呐、啊。我们也发心供养你。你到这个地方定下心来，10年不出门。啊，儒释道的经论，专攻一部。啊，学道的，啊，学庄子的，庄子的文章好啊，一流的作品啊。啊，老子《道德经》不长，
八十一篇，总共只有5000多字。背这些文章都很好吗？这都可以做文言文的基础入门。我们是半路出家了，不是从小扎根。从小扎根容易啊，我们现在都30以上了，40岁了，才发现来得及，不是来不及。40岁发心，50岁出来正好。50岁发心，让60岁成就。刘寿云居士55岁发心。65岁成就，给大家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我来想个方法。无论在家出家，利用这个道场，大家好好的来学习。让你们万缘放下。一心在这个地方求学读书。成就你们。是法佛法，古人常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这后不是人多，人口不断增加了，但是没有圣贤人出来，这叫无后。没有人能继承传统文化。没有人能续佛慧命，这叫无后啊！我们发个大心，供养后人，真正发这个心的，你们告诉我，真正发心。常住里面所有事情绝不会让你做，让你专心读书。学书、学道、学佛都好。今天儒释道都缺乏人才。儒释道。学习都要遵守前人立下的规矩，儒家所讲的教之道贵一专，佛法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在这个地方乐观其成了。希望同修对我的说话要认真。我不是儿戏，不是说着玩的。我是诚心诚意在祈求，
你们真正发现，啊，在目前这个环境，你们一年生活费用多少？定一个标准。我会找护法的人来护持，啊，南昆士兰大学，我送给他们的奖学金，一个学生一年是10000块钱，4年毕业，我送他40000块钱，一个学生40000。我供养了5个学生，不多，1年20万，啊，4年毕业，啊，那我供养你们的期限10年，啊，1年1万的话，一个人是10万，10个人100万。100个人1000万，我还可以供养得起。啊，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就像学校做学生一样，好好学习。啊，设防护法的这些大众啊，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他们花钱不多啊。你们10年一个人才不过10万块钱，10万块钱培养一个圣人，这还得了啊？多大的功德了？到哪儿去找啊？啊，所以常住有这片收入，就可以雇佣道场里面一些工作人员，啊，完全发给工资，啊，聘请的，他们的认真护持、认真工作。不立制度，怕的是将来这个10年又空过了，那真是可惜。啊，这个10年让我们深深反省，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过失在哪里？啊，亡羊补牢还不算完。啊，未来的10年，我们决定要掌握住。这个制度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那就一直把它发扬光大。啊，我想将来寺院庵堂不会再做金蝉佛寺，不会再做法会。啊，好好的。为正法久住培养人才，为中国优良文化传统培养师资，啊，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大事啊！菩萨法人呐、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条第4，云何名菩萨随佛教人？就是佛教你，你都要去做啊。
菩萨能随顺佛的教诲。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啊。菩萨嗔恼啊，嗔恚烦恼，毒是三毒啊，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疑，我常常说它做五毒。这些念头升起来的时候，作事思维底下，这就是佛陀教导的，这用观想的方法了。此生从何而生？这生怎么来的？从何而灭？这生从哪来的？四大五蕴，何祸而生呢？它怎么灭的呢？四大分散，物质现象的身体，精神现象的受想行识，统统分散了，灭了。叫我们想这个，从我生者，何者是我？像楞严经七处真心一样，你去找啊，追根究底啊，你去找。从彼生者，何者是彼？法相如是，从何因缘生呢？佛家讲缘生论呢，有情众生，因缘所生法，中观论上说的。我说即是空缘聚的时候有，缘散就没有了，聚散无常啊。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一真庄严，法而如是啊！佛经里头有科学，《华严经》的《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那里头讲什么？讲宇宙的缘起，太空从哪来的？太空当中有这么多的星系，这么多的星球从哪来的？星球里头又有这么多的众生啊，有动物，有植物，有矿物，佛经上讲的科学跟现代最新的科学不谋而合啊，科学也走到这个方向了。宏观宇宙，太空物理，微观世界，
量子力学，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科学家说，这个宇宙只有三样东西，除这三样东西之外，一无所有。这三样是什么？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信息，第三个是物质。就像我们这万花筒一样，万花筒里面只有三样东西，红的、黄的、蓝的，三个碎片，除之外什么都没有。你把它装在里头转一转的时候，嚯哟，变化无穷。这三样东西，佛经上说过了。现在科学家发现，能量啊，就是阿赖耶的业相；信息就是阿赖耶的转向；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这三样东西组成整个宇宙里面的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就这三样东西变化出来的。贤首大师还原观上讲，畜生无尽呐。我学还原观的时候，这一句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啊。怎么会出生无尽？以后忽然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不就是这个现象吗？我提了万花筒，就有很多朋友给我收集了，大概我现在有二三十个万花筒，大家找了送给我的。这个原理你看，就这么简单。宇宙不复杂，微观世界在佛经里头，我们前面念过，毛尘，一毛一尘，毛是汗毛，正报里面最小的，汗毛尖端。尘是依报里的最小的。佛经上讲尘，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尘是什么呢？科学里面讲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夸克，讲这些东西。最近这三十年，科学又进了一大步，发现微中子物质，最小的物质应该就是量子，小光子，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百亿分之一。我们前面学过这个是黄念老，他是个学科学的，
把这一桩事情啊，给我们提示了。啊，讲一毛一尘的微点，我们记在是前面。我来翻翻看，能不能翻得到。好，翻到了338面，1980年以后，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对，1/1000之一，是一个电子的1/1000之一。换一句话说，1/1000个微中子组成一个电子。这些现象，他们在空气当中啊，我们没办法觉察它了。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底真诚、善良。慈人，这个心态好啊，所有物质现象都变成最好的。我们的心态如果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杀盗淫妄，那么所有这些微点，它会跟着我们念头，我们念头就播放出去。他们通通都收得到，它就变成病毒。这个病毒就变成了空气里面的传染病。啊，这些细菌、微菌，我们晓得它怎么来的。啊，这是大灾难里面呢。杀伤力最严重的啊，它不是火山，不是地震的，是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注意这些啊，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这些灾难，教我们要弃恶扬善，要改邪归正，要端正心念，跟佛法所讲的理论完全相同。您能不信吗？啊，我们身有病痛，这家内人呢、啊，有内人啊，功夫不错，但是如何把这些病痛化解，这更重要啊。病痛的化解就是从念头啊，错误的念头，啊，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要放下。啊，要把它修正过来。啊，心里面常常怀着伦理、道德、因果，
常常想着这些。啊，中国老祖宗留个后人，归纳到最后只有十二个字，念念不离这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千万年的精髓之所在呀！啊，念念当中不舍利，你就身心健康，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啊，虚空当中虽然有这些细菌，那这些病毒。啊，病毒附在小光子里头，你怎么办？你一呼吸到身体里面去了，可是你身心端正，啊，它会通过走了，不碍事，没有沾染。如果心里头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它进去之后，它就跟你粘在一起了。你就中毒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忍辱波罗蜜是我们修行求学成败的关键啊。能忍他就能成。不能忍他不能成就。啊，这是佛教导我们观一切法缘生之法了。凡是缘生的，你就晓得缘聚现象就出现，缘散现象就没有了。在这个里面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菩萨做事思维时，不见所从生，亦不见所缘起，亦不见从果生，亦不见从彼生，啊，彼生就从他生，亦不见呢从因缘生。做事思维，也不嗔，也不恼，也不妒，冤怒之力即便减少啊。是名随佛教人啊，这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善巧方便的教我们啊，在嗔恚心生起来的时候，烦恼现前的时候啊，三毒五毒现前的时候怎么办？也就是讲端正心念，你这个毒就化解了啊。常常做如是观，你就很容易放下见思烦恼，思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见烦恼，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个东西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你学大乘。七星以上的菩萨，学小乘，你就证四果阿罗汉，啊，超越六道了。人的力量不可思议，啊，通通要靠人力
才能成就。第五，云何名菩萨无方所忍？方是四方，所是所在，无方所忍，无时无处，无事而不能忍，就这个意思。啊，这里有举例子，或有夜晚能忍，白天不能忍；或者白天能忍，夜晚不能忍。啊，这是世间。或彼方人呢，此方不能忍；或此方人呢，彼方不能忍。这叫空间。或知识边忍，不知识边不忍。知识是你所尊重的，啊，佛门称善知识，啊，意思是你尊重的人，你敬爱的人，啊，你对他能忍；那么你讨厌的人、不喜欢的人，你对他就不能忍。这些事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了，时时刻刻你都能看得见的。你看他的言语态度，喜怒笑骂，在佛法里的说，他在造业。这个造业里头有善有恶有无忌，只要起心动念，再加上言语造作，阿赖耶那个种子就很坚固了。啊，这些种子愈缘，它就起心性，果报就出来了。啊，现在人都深深感觉到生活的环境不好，啊，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精神生活环境，都不能够尽如人意。苦多乐少啊，苦太多了，十之七八是苦啊，能有二三分之乐就不错了，啊，算是很幸福了。这苦从哪来的？殊不知，全是自作自受，不是别人给你。你自己天天在造吗？那你当然的天天都在受啊。现前所受的，在佛家讲叫花苞，像植物一样先开花，来生是果报。如果我们现前的花不好，我们就知道来生的果很可怕。
现前的花好，花报好，来生的果报一定好。那我们的认真去想一想，不想别人，想自己。我在这一生当中，一天当中，这一个星期当中，只要想到这里，我是忧悲苦恼多，还是自在快乐多？你得想这两个问题。如果忧虑烦恼很多，不是好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距离三途很近，走得很近。如果心地清净喜乐多，这个很好。你跟天堂走得很近，如果你每一天念佛的时间多，一天24小时，你能够念13个小时、14个小时，超过一半。那我们就知道，你跟阿弥陀佛走得很近，你往生西方有指望。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这是我们跟我们切身的关系啊。我们不认真学，不好好的学，将来怎么办？为自己要一心念佛，放下万缘。要为苦难众生，那就要集古圣之绝学，续如来之慧命，这个功德太大了。那我问，这功德能不能往生呢？你自己想想能不能往生。祖宗圣贤保佑你，佛菩萨加持你，只要你心里想往生，佛菩萨就来接引。你为佛法立了大功啊！遇到这个缘了，不能不做。没有这个缘，不求攀缘，不求。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没有缘，要去攀缘，错了。你的清净心失掉了。缘来找你，这个可以。
啊，有缘要认真做，没有缘独善其身呐、啊。古人的教训呐、啊，逢缘要兼善天下了，啊，无缘要独善其身。都是好事啊！啊，修忍辱，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啊，善知识，非善知识，都要修。忍辱波罗蜜，但下面是菩萨波尔，不是知识那边就忍，不是知识就不忍，啊，菩萨不是这样，一切时一切方，常生人心，是名无方所忍。对人、对事、对物，啊，总是一味平等，这是菩萨的心态。啊，阿罗汉的心是清净心，菩萨的心是平等心，佛的心是大觉。啊，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就是佛。再看第六，六云何名？菩萨修处处忍，有人与父母、师长、夫妻、男女，这个男女是亲属啊，大小啊，是老人跟小孩，内外如是中生忍，愚则不忍。换是我家亲眷属啊，都能够忍。不是家亲亲属啊，跟我没关系的人就不忍了啊，就不能忍了啊，这个是错误的。菩萨忍者则不如是，不是像上面所说的，如父母边生忍。瞻陀罗边呢，也能生忍。瞻陀罗是印度话，印度四种阶级之一。啊，印度人民最崇敬的是宗教。啊，所以婆罗门的身份地位在印度是最高的。啊，第二是刹帝利，刹帝是王族，国王大臣，他是排在第二位。啊，第三位这才是工商，旃陀罗排在最后。啊，旃陀罗说。是屠宰业啊，杀猪杀牛的啊，从事于这种职业的，性情粗暴啊，这个人，这种人在印度的社会没有地位。
佛出现在世间，倡导四性平等。啊，所以佛弟子当中有占陀罗出身，在佛会下一样证阿罗汉果。啊，佛法这个僧团里面一律平等。啊，佛教导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有耐心呐、啊。耐心是信德。为什么？自信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自信原原本本，他就是人。就信德来说，人的念头都没有啊。但是他做得圆圆满满，啊，世尊一生教学，把这个人看得非常重，所以在一切经论里头讲得很多。念老引用这一段是从《宝云经》里面佛所说的，这十种人。啊，其他经论里头都有说，啊，说的也不一样。所以要修处处人。第七，云何名菩萨非所为人？这是对事。前面讲对人，不以事故生人，不以利故生人，不以威故生人，不以受他恩故生人，不以相亲友故生人，不以愧羞故生人。啊，惭愧，感觉到羞耻，啊，生起这个人性。菩萨常修于人呐、啊，是名菩萨非所为人。菩萨的人，是他修行当中的德行。不因任何缘故，啊，而且自自然然能忍，啊，但是初学的人不行，初学的人没有这种认知，常常随着感情冲动，啊，也就是心不清净。尤其现在人心浮气躁，啊，现在教学难啊，我们的学习也不容易。但是真正会学的人，善学的人，现在这个环境对修学是很有利的。啊，特别是
忍辱波罗蜜。因为你可以说是在一切时一切处，你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都会让你生烦恼，换句话说，就是你修忍辱的这个教室，修忍辱的教材太多太多了。你从早到晚，你会常常遇到，你能不能忍？你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他造作的一切不善，他有因果。我们能不能提醒他的，最好别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能够很虚心，听别人劝的，他真正会改过，你就要告诉他。他要不喜欢听别人批评他，你就别说。说了什么？说了他恨你。不但他不能改，说他怨恨你。他说你瞧不起他。这样就结了怨仇。所以自己要有智慧去观察了。言语有分寸呢。对外面境界要看得清清楚楚。永远保持自己的端正心态，这真修行。端正心态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这是真的。保持住不分别不执着就好。我们的境界就会不断向上提升，很重要啊！换一句话说，今天这个社会，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一切事都在考验我们，考验你什么呢？考验你到底是干真的，是干假的。你要是干真的，如如不动啊，是定的，清清楚楚，一点都不糊涂啊，那是智慧。守住经典圣贤的教诲，那是戒律。真干的人每一天都在这里修戒定慧，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处所什么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通通成就你修戒定慧。所以现前环境对待真修行的人，好环境大幅度帮助你提升对于懈惰懒散的人呢，那就是非常不好的环境。为什么呢？他会跟着堕落下去了。在环境当中没有称心满意的，所以满心的怨恨、烦恼、不平，
啊，这个也不如意，那个也不如意。他走到哪里都不如意。为什么？他命如此嘛。不是说换个环境就好了，不是啊。我们永远记住啊，佛陀讲的话，境随心转呐、啊。心要好了，到哪个地方环境都好。这环境非常不好，你去它就好了。啊，境是随心转的，不是心随境转呐、啊。楞严经上说得好，若能转境，则同如来。你就是佛菩萨了，你能转境界啊。啊，被环境所转的，这是凡夫啊。无论住在什么环境，都被环境所转。而今天这个世界的环境，到哪里去找佛菩萨的环境找不到。啊，全是染污，严重染污的环境。所以，不管你到哪里去，越染越深。懂得这个道理，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心清净了，将来慢慢这个环境就清净了，你真正得到安乐啊！啊，安心办道，有几个人护持，够了。将来修成功报恩就报几个人了。容易解决问题。啊，古人说了一句话。安贫乐道，这句话讲得好啊！孔子的弟子颜回就是最好的榜样，安贫乐道。啊，在佛门里面。许多高僧大德啊，最后成为一代祖师。你看他在年轻修学的时候苦行了，他不是苦行，他就不能积德，德不厚他就不能成就。啊，古人讲得好，厚德载物啊，你的德不厚啊，你承担不了啊。这个厚德在哪里修的呢？就是在人事物环境里面修的。怎么修的呢？人力成就的。啊，不能忍就没成就啊。啊，你能忍你就能成就。六波罗蜜，佛教菩萨修学的六个科目，六门功课，六大纲领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每一度里头都圆满。
含着其他的恶毒，不是叫你一个一个修啊，一修一切修啊。啊，《华严经》上说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修布施，布施要如法，那就是持戒不了。啊，布施要有耐心，忍辱不乐。布施的心不能间断，这精进不乐。布施不受外面境界干扰，愿亲平等，禅定波罗蜜。不是三轮体空，般若波罗蜜。任何一度里面都圆满含摄其他无度，啊，别意就特别强调的，佛特别强调的，在这六种里头，一个是布施，一个是忍辱。布施，它能够积功累德；而忍辱呢，能够保持你的功德。如果你不能忍，你所修集的功德了，随修随就破坏了，流失了。啊，忍辱里面，第一个，它就直接指的对象，嗔恚。你有没有嗔恚心？嗔恚心才起来，《大乘经》里面说，火烧功德林。啊，你多年修集的功德，一发脾气全烧光了。你有多大功德？你去想想，你从什么时候没发脾气？那是你的功德。啊，早晨发了脾气了，昨天以前的功德没有了。晚上又发脾气了，今天一天的功德没了。功德难了，太难了。啊，所以布施啊，修集功德容易啊，保持不容易啊。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一想啊，怎样真正能把布施这个忍辱波罗蜜做好。你认真去学习弟子规，学习感应品，学习十善业道，这三个根扎稳了，忍辱就有根了。啊，没有这三个根，忍辱学了之后，学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没用。啊，每一天脾气还照发。啊，不善的念头还一样起来。你怎么会有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